虽然太阳在树丛中慢慢的升起，看着天空中厚厚的云彩，今天注定是一个阴天。我和老公来到提过了很久的 Alex City。Alex City 过去叫 Alec Mill，是一个姓 Alec 的三兄弟在1772年从宾夕法尼亚州来到这里开发的一片土地。当时主要是为了加工麦子。这个城建在 Patapsco 河旁边，河水经常泛滥，常常给城镇造成不小的灾难。在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间，就发过了2次大水，整个城全被淹没了，很多商店都泡在了水里，损失惨重。这座古老的教堂建于1842年，如今变成了 Alex City 的博物馆。过去的消防站也变成了消防博物馆。这个标牌是提醒人们在发大水的时候要往高处跑。墙壁上挂着的是意欲流水的艺术品。这块大石头已有300亿年的历史了。It's a French dessert. OK，进去看一看。小吃的，这是最小最的小吃的。今天过来看看，发现许多商铺也重新开张了。看来这个城镇已经从大水的灾难中恢复了过来。我老公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油漆过旁边那座楼的窗框。这里有一家卖日本货的商店，我走进去看看。我很喜欢日本货，他们的做工都很精致。All individually handmade in Japan. Wow, it's beautiful. I love Oh, thank Japanese you. stuff. Yeah. It's so beautiful. Yes, they are.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ow you going? Hi. Very good. Oh, Thank you. Look at this chopstick. It's nice. Yeah. Do you like it? 喜欢是喜欢，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吗？不需要。12块，13块钱。嗯。我觉得蛮漂亮的。漂亮是归漂亮的，现在要等我们这个，哦，等我们 kitchen 弄好了，哎，对，然后整理好了再说了，OK，OK，对吧？看来他天天在这儿。Yeah. We open every day. I'm closed on Tuesdays, and this coming Monday I'll be closed because I have to take my wife to the airport. So, yeah, she's going to Japan to meet with some of our suppliers and try to dig up some new suppliers and. Excellent. Is your wife Japanese? Yes. Oh, no wonder. And she's going to be Yes. visiting family while she's there, of course. Nice. Yes. Well, welcome back. We are renovating our kitchen right now. Yeah, so we So we definitely don't will. need to add to the clutter just Yeah, we just look around to You see live in the area what or we just need. around town? We're living. 我们一家连着一家进去不同的商店。这里的商店和商城里的商店不同的是，商城里的商店千篇一律的都是连锁品牌，没有什么特色。而小镇里的商店都各有特色，许多商品都很新奇。哇，those are special store. It's herbs, sage, or black sage. Oh, so you burn it? Yeah. To make a smoke. Yeah, a little bit. Like that. Well, this is Patapsco River, right? It is Patapsco River. Patapsco River.
It's hard to say. It's Indian 语啊，已经开始有锁在这边了。这个是哪个桥啊？在法国 ，Yeah。啊，已经有很多锁在这儿了。Sorry， 这是新建的桥。西方人都喜欢挂把锁在桥上的栏杆上，意思是锁住爱情、友情、亲情。哦，有一对鸭子。哦，哇，打架了。啊，有一群鹅。啊，这个河水水流很急呀、啊。这是至今还保留完好的美国最老的火车站，从巴尔的摩到 Alex City 这段13英里的铁路是美国最早修建的铁路。这条铁路一直延伸到俄亥俄州，所以叫 BNO 铁路。My name is Connor, and I'll be taking you guy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is station, which is the oldest railroad s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the terminus of the first 13 miles of the Baltimore and Ohio Railroad, which was the first railroa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条铁路至今已有260年的历史了。这是电报室，早期在没有电话的年代，乘客可以在这儿发电报，通知家人他们的火车时刻表。这个大厅是特意为停放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以至于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可以在这儿吃饭休息。这些照片里的人物是当时支持或援助修建这条铁路的重要人物。这边有尼哈汽水，这是一个很老的牌子。拿一个葡萄的。完了。这 better be 好喝。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汽水，美国老牌子。在我前面的这条马路是一条国道，最早美国开始修路的时候，这是其中的一段，起始于巴尔的摩，经过这里，穿过阿布拉契亚山脉，一直通到中部。这里面有一个古董店，我们去逛一逛。来到古镇，怎能不逛古董店呢？ Let's go inside to check check. 里面东西很多。这里面有许多有趣的已经不再生产的物品。啊，这里还有一个老式的油灯。哎，这个油灯。哇，二楼好热。谁，这些都是老式的灯啊，你看。是吧？这些都是以前的汽车驾照，这哪一年的？这是66年的驾驶执照，文化大革命爆发。OK， 这是老的驾驶执照，马里兰的。66年的，这是哪一年的？这是96年的。嗯，这是九六年。这是96年的，96年还用这样的驾照啊？
其实是六八年的，我看错了。这是72年的驾照。没有。没有 purple 吗？没有。这个 bush 啊 ，red berries。只有它这个冬天它有 red berry 啊。这群年轻人正在研究这个橱窗里的东西，他们研究了很久。我很好奇他们在研究什么，走过去看看，原来是用各种石头碎片拼搭起来的 Alex City 的街景。街头艺人也是美国各大城市的一道街景。我们进到这家商店，是被他们的意大利冰淇淋所吸引。You speak Chinese? My mom's from Taiwan and my dad's from Hong Kong. 啊，是你会说中文呀？国语和广东话。但是你看上去像韩国人，所以我不敢跟你说话。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Yeah, 嗯哼。在家里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广东话。广东话。哦，但是你国语讲的也很，国语讲的也很。这是一家印第安风格的商店，我和老公一直想买一个红色的手链或丝带。我和老公都属兔，今年是兔年，传统中说是犯太岁，最好能佩戴红色的饰品或穿红色的衣服，所以我进店里去看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东西。How much is this? That's the three strand or five strand. $8, is it? Yeah, that's the $8. 我们在这家店买了两条手链。我买给老公的这条手链是$8。老公买给我的这条是$12。买完手链，我进了隔壁的一家商店。这家商店的东西也挺有趣的。有各种色彩明亮的手工制作的陶器和装饰品，还有一些特色衣裙。我在这家店买了一条纱笼，纱笼是东南亚一带特有的裙子，穿起来很方便，最适合穿在泳池边和海边。我还是20年前在泰国买过一条纱笼，今天在美国发现，特别的令我欣喜若狂。这条裙子花了我$39。肚子饿了，我们找了一家餐馆吃饭。怎么样？蛮好的。OK。这是一家地道的美国餐馆，卖各种的三明治和汉堡。
老公特想吃一个汉堡。美国人对汉堡的热爱，就像中国人对红烧肉的热爱一样。老公点了一个培根芝士汉堡，汁多肉嫩。我点了一个波塔贝纳蘑菇三明治，面包是意大利福卡西面包，面包松松软软的，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面包。我还点了欧贝薯条搭配三明治，欧贝是马里兰特有的调味料，撒在薯条上，吃起来很有螃蟹的味道。我也是第一次吃欧贝薯条。当我们从餐馆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房顶上了。我们穿过两个房子之间的小巷子，意外发现一个户外咖啡座。我们点了一杯咖啡，把时间消磨在夕阳西下里。Do you remember how we kiss in the kitchen as the coffee pours? By the end, my face was sore from your stubble, but I still wanted more. And all the miles that we spent in the air, where we're going, I don't care.I'm just so glad that you were there that night in the restaurant. Because I got to say, so I'm in love with you. What are we gonna do? So I'm in love with you.